때 자세는 눕는 자세. 参加者们也大致清楚了游戏主办方的内部结构，每个蒙面人面部的几何图形标志着他们的身份和职责。圆形蒙面人是基础员工，他们负责日常杂物。三角形蒙面人拥有武器，负责维稳和清理被淘汰者。正方形蒙面人则是管理者的角色。而所有的这些人中，地位最高的则是那个黑衣蒙面人。这个组织对内部人员的监控也是十分严密的，所有工作人员未经上级许可，不许发言和交谈，不许随意走动，也不许摘下面具。每个宿舍里也都配备了摄像探头，宿舍的房间门也只有在规定的时间才会被打开。该剧的编导正是利用了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这三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向观众表明了，在这里个人是没有存在价值的，有价值的只有组织，每个人都只是组织的一部分，整个组织就是依靠着个体对上级的绝对服从，高效地执行着来自顶层的设计，哪怕这个设计天良丧尽。当这次回来的187个人全部苏醒过来之后，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他们迅速自发地开始组成团队。阿成、上佑、阿里和一号老者组成一队，黑老大也召集了几个臭味相投的渣子组成战队，而女人们在这方面则显出了明显的弱势，没有哪支队伍愿意接受女人。江晓在韩美女的掩护下，通过通风管道观察到蒙面人们正在熬制一锅锅的糖，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上佑从江晓那里获得了这一信息，他很快据此判断出来，下一个游戏应该就是碰糖。然而上佑不仅没有把这一发现分享给阿成和阿里，他反而要求大家在第二个游戏开始之前的选择图形的环节分散选择。总共有四种图形供参赛者们选择，分别是圆形、星形、三角形和雨伞形。上佑自己首先选择了最简单的三角形，这意味着阿成、阿里和老者都只能选择其他三种更为复杂的图形。第二场游戏的内容很快被公布了出来，每一个参加者都被分配到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与参加者自己所挑选的图形相同形状的碰糖。参加者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利用一根针将碰糖中间的图形完整的取出，超时或毁坏图形的则被淘汰。很明显，图形越简单越容易过关，而图形越复杂过关的难度也越大。阿成很不幸地挑选了最复杂的雨伞形，由于雨伞的伞柄部分极细极容易被折断，因此看上去阿成这次似乎凶多吉少。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个失败者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声枪响，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枪声，越来越多的失败者被淘汰。危急关头，阿成急中生智，他发现图形的边缘部分的糖是最薄弱的，可以用液体来融化，于是他开始从糖的背面舔了起来。此时另一边的韩美女也利用偷偷从外面带进去的打火机给针尖加热，高温的针尖融化了图形边缘的糖，使他顺利地取出了图形。韩美女又把打火机悄悄地转移给了黑老大，后者也瞬间明白了打火机的妙用，于是韩美女和黑老大都顺利通关了。其他的人在发现了阿成的怪异举动之后，大家很快便明白了过来，于是所有的人都模仿阿成的动作，开始用舌头舔糖的背面。欣赏一下吧，多么诡异的一幕啊，一边是此起彼伏的枪声和遍地的鲜血与死尸，另一边一大帮成年人像小朋友那样舔着手中的糖，再配合上滑稽的音乐，整个一个后现代魔幻现实主义。但是无论如何，男主阿成毕竟又一次过关了。当阿成回忆起刚才上佑欲言又止的样子时，他似乎心有所悟，但他终于没有说什么。当第二场游戏结束之后，又有79人被淘汰，这同时也意味着总奖金的数额又增加了79亿韩元，使目前的总奖金数达到了348亿韩元，而最初的456人此刻也只剩下了108将。游戏结束后便是用餐时间，本来人们在经历了精神紧张和体力消耗之后急需补给，
但主办方此时却故意只发给每人一小瓶饮料和一个鸡蛋。黑老大仗着人多势众，抢走了几份补给，并打死了一个找他们理论的男人。主办方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其实挑起争斗正是他们削减食物配给的目的，他们又怎么会制止由此引发的杀戮呢？于是人们明白了，在这里相互残杀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每个人的生命都处于不可预料的危险当中。而在另一边，一个同样罪恶的勾当也正在进行着。原来游戏的参加者之一是一名医生，他和几个蒙面人串通，从被淘汰的死者身上摘去器官贩卖，而蒙面人则会提前告诉他下一个游戏的内容。在大宿舍熄灯之后，残酷的杀戮开始了。黑老大率领手下攻击其他所有的参加者，每一个参加者都主动或被迫参加了战斗，整个宿舍血肉横飞，有如人间地狱。黑衣人则通过夜视系统观察着这一切，当看到杀得差不多了，便下令手下进场阻止。而此时活下来的人数则刚好是80人。由此可见，每一步计划都在按照发起者的预定目标进行着。由于阿成的保护，江晓逃离了黑老大的追杀，所以他也加入了阿成的战队。经此一役，大家都不敢再睡了。韩美女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向黑老大献上了女人那最原始的资本，以求得对方的庇护。当灯光再次伴随着舒缓的蓝色的多瑙河的乐曲声亮起，众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进入了下一个游戏。第三场游戏是一个团体赛，参加者们被要求在游戏前自由组队，每队10人。阿成、上右、老者、江晓和阿里，每个人必须再去拉回一名队友。江晓带回来的是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女孩，而那个被黑老大抛弃的韩美女也无奈地加入了阿成一组。第三场游戏的内容很快被揭晓，原来是要求参加者各队在几十米的高台上拔河，输掉的一方会被摔得粉身碎骨。身强力壮的黑老大一组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们是最强壮的一组。而阿成一组由于有三个女人和一个老人，无疑成为了所有队伍中最弱的。大家都认为这一次是必死无疑了，只有老者不这么看。老者告诉大家，拔河也是有技巧的，随即他便向组员们传授了拔河的要领。大家按照老者的方案，果然在比赛一开始就取得了优势。但拔河毕竟是要依靠力量的，阿成一组的人的劣势很快显露了出来，然而上右指挥全队先放后收，终于取得了胜利。对面的10个人在输掉比赛的同时，也全部被摔死。望着被自己这一方拉下高台而活活摔死的人们，阿成的心里五味杂陈。经过了这一场游戏，此时仅剩下了40个人。说到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上右的这个做法在实际的拔河比赛中是不成立的，因为强大的惯性会使自己这一方输掉比赛。医生在众人休息的时候继续着摘取器官的罪恶勾当，黄警官也趁机混入其中。当他听蒙面人说曾经有一个被摘取器官的淘汰者只有一个肾的时候，他震惊了，因为他的哥哥就曾经把一个肾移植给了他这个弟弟。于是黄警官在杀死了一名蒙面人之后，返回黑衣人的房间去取参赛者的名单，并在第六轮的获胜者名单中发现了他哥哥的名字。也就是说，他的哥哥曾经也是一名游戏的参加者，并最终活了下来。此时的医生与蒙面人团队由于内讧开始相互残杀，最终被全部击毙。黑衣人倒并不在乎有人倒卖器官，而这些人提前泄露游戏的内容的作弊行为是他所不能够允许的。他认为这些人破坏了游戏的公平原则。黑衣人说，他要为这些在外面的世界遭受不平等待遇和歧视的人们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黑衣人在处决了破坏规矩的内部人员之后，向所有的参赛者保证不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宿舍的熄灯时间又要到了，每个战队都开始搭建掩体并轮流值班，以防备夜间的攻击。上右与阿里一组，两人聊了不少的知心话，彼此看上去似乎成了好朋友。阿成与老者一组，两个人相谈甚欢，也成了忘年交。起床时，阿成发现老者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于是他脱下了自己的外套为老人围在腰间。老者被阿成感动了。在第四个游戏开始之前，参加者被要求两两结为一组。韩美女开始到处推销自己，可以看得出来，为了能够活下去，她不惜人格与尊严，并且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出卖自己的一切。
而阿成刚想与上佑结为一组，却发现上佑已经抢先一步找到了阿里。由于有了上一次的拔河经验，每个人都想找最强壮的和自己相对信任的人一组。由于医生违规被处决，此时只剩下了39个人，这说明最终一定会有一个人多余出来。很显然，这个人将会是老者，但阿成主动走过去要求与老者结为一组，最后剩下的竟然是韩美女，于是他被工作人员拉走。所有的参加者们都被带到了一个被布置成小巷子模样的舞台布景中，并且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了10颗玻璃球。游戏的规则是在30分钟内赢走同组的另一个人的全部的10颗玻璃球的人即为获胜者。游戏的方式可以由两人来商议决定，但是不得使用武力。这样的游戏规则使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一对同组的夫妻茫然地互相看着对方，当初以为的合作伙伴的关系立即变味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最后上佑用卑鄙的手段欺骗了单纯的阿里，阿里明明按照规则赢了上佑，却被上佑骗走了手中的玻璃球，因为无耻的欺骗手段也是被游戏规则所允许的。伴随着一声枪响，心地良善的阿里永远都无法再见到自己的妻儿了。江晓与黄发妹智英一组，智英从小就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她的那个牧师父亲不仅性侵了年幼的智英，还杀死了智英的母亲，最后智英忍无可忍杀死了自己的生父。从那时起，智英便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同时也看淡了生死，因此最后她故意放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江晓，因为江晓在外面还有牵挂的人，还有人生的梦，而智英自己却已经没有了任何出去的理由。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这个从未享受过温暖和爱的花季少女如同阿里一样被这个残酷的世界淘汰了，流着泪。当老者进入到小巷子里，他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因为这个小巷子非常像他儿时的家乡的模样。老者兴高采烈地四处转悠，似乎全然忘记了彼时正处于危险的游戏之中。在心急如焚的阿成的一再催促下，老者才开始了游戏。阿成与老者玩的游戏叫做猜单双，就是各自出几颗玻璃球，然后由二人轮流猜两人手里的玻璃球的总数是单数还是双数。老者的运气很好，就在他即将彻底获胜的时候，他的脑子似乎忽然糊涂了起来。于是阿成开始欺骗老者，将老者的大部分玻璃球都赢了过去。最后老者才让阿成明白，原来自己一直都是清醒的，他其实是故意把生的机会留给了阿成。当触觉老者的枪声响起，阿成的悲哀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了。那个黑老大爷依靠着无赖但却被规则允许的手段赢了对手。我认为编导在这里想要告诉观众们的是，依靠着貌似公平公正的规则进行游戏，其造成的结果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泯冕而无耻。当所有的胜利者回到宿舍，大家惊奇地发现韩美女正在笑着等待着他们。原来主办方还有一个游戏原则，叫做不放弃边缘人。韩美女由于成为了被所有人抛弃的边缘人，因此她在本轮不需要参加游戏就能够过关，而那对夫妻却只回来了丈夫。最后这个亲手淘汰了自己妻子的丈夫的精神也彻底垮了，他选择了上吊自尽。在他的尸体被抬走的同时，总奖金池里又降下了1亿韩元的钞票。故事发展到这里，一些被称为贵宾的人来到了岛上。原来这些贵宾们都在参加者的身上下了赌注，而设立这个游戏的目的也是为了取悦这些贵宾们。从这些戴着面具的富人们的谈吐中不难看出，他们虽然被称为贵宾，但本质上却只是一群冷血而无耻的恶棍。这些人亲临现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亲眼目睹最后两场游戏的快感。